者钱立中台北报道，艺人陈乔恩日前涉酒驾被逮，酒测值达零。67，事后他在微博发文向粉丝道歉，台北地检署考量陈乔恩没前科，犯后已认罪，认为他犯后态度良好，本月7日同意给予他自新的机会，将他缓起诉，期限2年，条件是需在1年半之内提供60小时的义务劳务。该案北检一职权向高检署提在意，高检署已驳回，意味着陈乔恩已获缓起诉确定。北检已表示，等陈乔恩缓起诉确定后，将由关护人决定他之后义务劳动的项目。因陈乔恩是知名艺人，检方之后不排除要求他配合宣导反酒驾或从事与公益相关的其他活动。今年1月4日，陈乔恩于凌晨1时57分独自开车，行经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与复兴南路口时，因红灯违规右转被警方拦下，原警发现他身上散发酒气，对他进行酒测后，酒测值高达零。67，当场扣车罚办。陈乔恩庭讯时承认酒驾，指他当时在家喝完啤酒后觉得肚子饿，才在凌晨开车外出买宵夜。陈乔恩对于自己酒后开车做出不良示范，事后频向检警及粉丝道歉。